伊斯兰党宣传主任阿莫法德里表明，对民政党在华教义演的立场感到失望，并动言可能不会在第十六届全国大选与民政党合作。他强调，如果这是民政党一贯的态度，那么在来届全国大选来临时，一党或许不会与民政党结盟合作。阿莫法德里是在脸书拟文发表上述谈话。早前，民政党主席刘华才针对啤酒公司参与华教义演的风波说，如果政府无法给予足够的拨款，那么就不应该阻止华教筹款。他坚持，华社始终保持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正是因为政府的拨款不足，才需要举办义卖和义演向外界筹款。他指出，民政党将通过国盟最高理事会平台阐明该党在华教义演课题上的立场。